最近开始有过年的气息，三星趁着这段期间到西门町举办耀眼迎新我们的幸运星活动，不但特别打三星运转车，还找来叫卖哥与现场民众一起掷骰子，让幸运的民众将最新款 Galaxy Note 5免费带回家。现在应该是岁末将至嘛，所以其实现在有浓厚的那个节庆气氛，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促销活动，就是叫做耀眼迎新我的幸运星。那这是一个三星的促销活动，只要买一些指定机种 Galaxy 的智慧型手机，其实就有机会可以抽到非常多的大奖，包含家电啦、相机等等。那总共有12万个奖项，那甚至还有机会抽到百万名车。那这次呢，其实我们也是看上就是我们的宝岛叫卖哥，其实他非常的风趣幽默。那其实在网络上其实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，拉一直拉，拉到你吃止泻药都止不住，有一次全部都可以把它截图下来，而且哦，你还可以做重点标记。第三个，哈哈，超强的优先哦，你先来，哈哈，来来，哎呦，刚好要挡。用尽你吃奶的力气往上抛，你不要往他抛哦。这次活动除了有总数超过12万个中奖机会之外，最有趣的特色莫过于与宝岛叫卖哥的互动。他一袭粉红色劲装，加上充满乡土味的口条，让现场民众一路笑哈哈。是因为是跟气氛这个有关系，这节庆气氛，大家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骰子嘛，然后就可以转个运啊，然后其实非常开开心心的过年。那真的我们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结合的一种包装的行销方式，所以我们也请到这个叫卖哥，希望让更多人可以参与。由于活动人潮踊跃，三星宣布加码，将在1月23号于三创一楼户外中心再举办一场抽奖活动，想试试手气的民众都能去掷骰子。